加拿大防癌協會的電視電話籌款日節目咧，將會在4月30日星期六嘅晚上8點隆重呈獻。到時邀請很多嘅嘉賓咧，同大家分享癌症的預防信息嘅。咁而加拿大防癌協會啦，係唯一一個全國性的非牟利機構，咁致力就係支持同癌症有關的不同層面的工作。嗱，記得到時收睇節目之餘咧，要撥打我哋的捐款熱線嚟到支持加拿大防癌協會。